Hello， 我是乌龟，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两场由阿明他所带来的12本三星进攻。哇，这真的是非常厉害！阿明他是11本的，他打了2场12本的三星进攻啊。他现在这个阵型呢，靠近4-5点的外侧，用宝宝龙跟黑球帮忙清掉外侧的建筑物，还有藏在外面的电塔。然后再靠近2-3点的外侧，这边也是用宝宝龙加上蓝胖来断边，准备要让部队是从3-4点的这个位置打进去。现在在3-4点的这个位置，先下了一个黑胖，然后后面跟上了女王，接下来下出一个石头，后面跟上了工程车。蛮王帮忙打掉外侧这个血量非常高的水罐之后，现在瞄准对方的大本营，准备所有的部队通通都要跟进去了。前戏部队现在顺利的把对方的女王解决掉了，但是我们的一小批蓝胖部队往阵型的外侧绕走，现在只剩下我们的车上还剩下一批蓝胖部队而已，在这边赶快下出老头，开了老头的无敌技能保护我们的蓝胖，并且配合狂暴法术。赶快打掉对方这边的 X 弩，还有对方的大雕。然后我们的女王在这边开了技能，要赶快打掉对方的一座多体火塔，并且把对方的大本营也打爆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已经处理掉对方的女王，还有对方的援军了，所以我们的野猪部队就可以开始进场了。阿明这边是从2点的外侧下出所有的野猪部队，对方现在还剩下4座法师塔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小心保护我们的野猪。还好我们带的补血数量是非常的多。对方的第一座法师塔是被我们的女王解决掉的，在我们的野猪靠近对方的第二座法师塔的时候，下了补血法术保护他们。接下来野猪还会面对到对方的一座炸弹塔跟3座法师塔，在这边当然也是要丢补血法术来保护野猪群。然后在对方的第二座火塔的旁边还有藏着2只电塔，所以当我们的野猪走到这边集火的区域的时候，也是继续要下出补血法术来保护他们。好，现在野猪剩的数量非常多，我们看到在6点内侧原本的最后一座法师塔已经被我们的蛮王解决掉了，那这样子对方就没有剩下任何的群伤防御建筑，我们很可能最后这罐补血就不用丢了。事实上，如果6点内侧的这座最后的法师塔没有被蛮王打掉的话，因为我们的手上还有一罐补血，所以最后应该也是能够顺利让野猪存活下来，推完整个阵型的。现在在6点内侧的这个地方，把最后的这罐补血一时一时的丢下来，让补血法术来保护野猪群。野猪回过头，把追着他们打的小骷髅头解决掉了之后，就开始顺时针的进行收尾。哇，这场11本推12本的三星进攻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！看着大量的野猪这样子淹过去，真的很疗愈。最后就是这样子顺利的推完这个阵型，我们的女王跟老头都有活下来，收下了这个三星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的进攻。接下来的这场进攻面对的一样是一个12本的阵型，阿明他用的部队配置是天女皮兰乌。他现在靠近12点外侧的地方下出了天女，然后从11点这边下出了一颗黑球，帮忙把藏在外侧这边的一座电塔给打掉，然后在12点这边开墙，让天女走进去。现在这颗残血的黑球在打完对方的电塔之后往里面飞，将对方的城堡援军引出来了，但是好像没有引干净，现在只出现了几只弓箭手跟一只宝宝龙，在这边下了一罐狂暴法术，并且丢了毒药之后，我们的女王再往前踏一步，将对方的城堡援军继续的引出来。这边还有一只武神跟后面跟着的女巫，所以女王在这边要特别的小心了，毒药没有办法毒到对方的女巫。不过还好，因为我们有吃狂暴，所以顺利的打掉对方的女巫。现在必须要观察一下我们的天女走向，天女会往哪一边走，我们就要在对应的一边下出工程车来，让天女跟工程车汇合。现在继续下狂暴法术保护我们的女王，女王看起来要往3点的方向前进了，所以阿明在2点的外侧直接下出了工程车，然后从3-4点的外侧下出一只皮卡，帮忙扛住火力还有对方大雕的攻击之后，后面跟上了一小队的蓝胖跟女巫，工程车的后方则是跟上了所有剩下的蓝胖还有蛮王。现在工程车大约要走到阵型中间的地方了，后面的蛮王蓝胖部队也跟上了，对方的大雕第二次攻击是锁定在我们的蛮王身上。现在工程车解体，下车的是一群黑胖，还有顶级的红色气球。老头在这个时候开了无敌技能，哇，这个无敌按的时机非常的好，超多的部队都同时无敌的。现在下了狂暴法术之后，我们的天使换手跑去补前方的双胖部队，所以在这边我们的双胖部队可以扛非常久，继续的扛住对方大雕的攻击。而在大雕的旁边，我们已经有蓝胖部队走到这里了，所以蓝胖可以顺利的解决掉对方的大雕。我们的女王虽然失去了天使的保护，但是女王也帮忙在侧边打掉了很多的防御建筑。现在女王是自己走到了靠近10点内侧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原本在1点外侧的地方有一座电塔遗留下来，阿明也下了一只宝宝龙帮忙把电塔收掉，然后宝宝龙就往9点的方向飞过来，要帮忙收尾了。哇，这场进攻真的是太厉害了！现在女王开了技能打掉了这座加农炮之后，9点的内侧只剩下一座法师塔。把法师塔打完了之后呢，对方就会只剩下最后一座电塔在靠近6点外侧的地方，而我们的双王都活了下来，还有宝宝龙帮忙收尾，所以就算对方外侧还有一些血量非常高的水库跟金库，也是不需要担心的。阿明就这样再度帅气的拿下了一场三星进攻，完成了连续2场11本推12本的漂亮战绩，真是太佩服了。
以上呢就是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场由阿明他所带来的进攻，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。我们的部落现在一个礼拜打两次部落战，如果你也是对 COC 与部落战有热情的玩家，欢迎九本以上的活跃玩家们可以加入我们，一起并肩作战，一起同乐。现在加入我们的部落必须要输入我们的通关密语哦，通关密语可以到我们的部落网页上查询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